Salam sejahtera dan salam ubah saya ucapkan kepada saudara-saudari yang saya hormati sekalian. Kowai siang wan sepat apa? Di tempat gitu. Saya akan ngomong balik ya. Siang wan sepat itu kuak jai di tempat. Kowai, daika hou. Saya sudah ada banyak tahun mau ke Tek Kek Zhou Yu gong. Kali ini, wai ke doi lam kok zan. Saya ingin yang yuk fang 同大家一齊，我哋清明多一次。但最近大家行咗清，今年俾個特殊，今年唐人要行清兩次。第二次就係5月9號，5月9號，我哋行棒上爬啲山上山，好唔好啊？我哋送支歌同肥婆上山，好唔好啊？我哋帶埋草去嗰幅土地行，好行夾唔上你班仆街唔得鏟啊！ 各位，好多人问我邱光耀，你唔好净系吹水喎，你讲清楚，今次又唔系真系有机会，我哋可以齐炒翻大。我今日同大家讲，我邱光耀绝对100%相信，一定可以齐炒翻大。我比上次5-5更加有信心，点解呢？唔系吹水噶，我可以分析。我哋大家唐人咧最中意睇中国有四大名著。 中国的四大名著，小朋友最中意睇咩啊？小朋友最中意睇《西游记》，我哋成人咧最中意睇《猜书》嗰本《金瓶梅》。《金瓶梅》唔算四大名著啊！我今晚同大家讲《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第一篇第一章第一句就讲咗今次我哋大炒翻大一定成功。你唔信，翻你自己炒一炒，或者图书馆或屋企藏书，入咗《三国演义》，第一句讲咩啊？话说天下大势。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嗱，呢句好紧要噶，呢啲系我哋中国人嘅兵家思想。你唔信？嗱，回教党嘅夏啲过咗去，毛统嘅麦克啲过咗嚟，系咪啊？系咪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回教党过咗去，穷咗毛统做阿四，慢慢同阿哲哥揼骨。 啊！啲有班有時又腳底按摩，有時中意啊雀仔按摩，即係搞邊範，係嘛？不過如果麥哈爹冇過嚟嘅，今次冇得玩；如果麥哈爹冇過嚟，今次我哋最多做翻最大反對黨，不過隊就唔到一接波，更加唔使講個肥婆。點解？嗱，我做歷史學者，我同你分析嚇，全世界得兩種辦法改變政治，一種就係暴力革命（ Revolution）用機關槍、手榴彈、放炸彈。第二種咧就係我哋講 Reformacy 投票。英文 Revolution 就係講 Bullet 用子彈。Reformation 就係講用 Ballot 投票。嗱，我哋咁多年從來冇用子彈㗎，我哋係賣火箭炮啫，冇賣火箭炮啊！你搞撚錯呢班友啊！所以。 我哋叫Reformacy，Reformacy就係點人頭選舉，Revolution 就係斬人頭革命。Reformacy 係點樣唱嘅歌啊 ？One with the two with the three with the Indian four with the five with the six with the Malayu seven with the eight with the nine with the China ten with the Malaysian 係咪啊？十個十個十個，我哋都要。 十擺十擺冚唪唥送晒，因為呢啲叫選舉，未票必爭，一票都不能少。尤其是我喺馬來西亞有隊個毛統，正撲街。佢哋一越嚟越奸，仲奸過成奸，奸到出質。大選前可以從劃選區劃到48%就可以贏。我哋依家一人一票，唐人反到晒。如果馬來人唔反，冇機會做政府，做反對黨咯。 我交和今次可能冇做周議席啦，做國會咯，入唔入去嗌下咯，嘈下咯，打交都唔減啊，打交咪冇打咯，不過我冇得選嘅，屌我退咗黨啊！馬來西亞嘅民主鬥真係比個温和嘅，我哋冚唪唥都講投票，入到國會臨吉場打晒嘅胎，着埋個西，問一句話踢咗佢出個句，冇病冇辦法嘅，呢個馬來西亞咁嘅撚樣啊，毛統就奸產，所以依家我哋咧就一定要。 團結馬爹，善用馬爹，因為馬爹係一個屎壁可憐嘅人。
福建話啊，屎壁好油。馬爹係咩人？馬爹係英雄。我冇講馬爹英雄啊，林吉祥英雄。喂，英雄冇用，英雄用擺喺監獄院講俾唔編出嚟。眼歪都係英雄，不過眼歪都坐緊監冇計。啊，啲阿彎以前係教彎，依家係教彎，屌你老味。冇計，冇變。我哋唐人最中意慈愛狗、慈愛貓，阿嫲阿爹就慈愛馬，自己埋身嘅。我哋冇俾錢佢噶，下啲又揾個撲街降神心包頭，結果聽講我都9000萬過咗去。嫲阿爹佢哋斗警都冇俾佢，今晚我哋嗰棺材籌咗款，佢哋俾佢個候選人啊賣旗啊，係咪嗰啲火箭旗唔可以用噶嘛？而家係同南亞賣旗啊嘛，你都冇俾佢 discount 點？是不是啊黃家和籌很多錢我們賣旗了現在、啊、所以馬爹是自來馬馬爹過了來我們沒有給錢去馬爹都不用給錢去大人霸權同不同意啊、okay. 馬爹以前都賺很多啊是吧幾年大人知道啊馬爹出名叫 Mr. 10% 的嘛是吧服殺什麼都不過那主是 Mr. 40% 啊啲唔係我講㗎，我講個假新聞啊！屌我有家有所啊，真係嘛？呢個 MACC 反貪污局總監調查馬來西亞公共工程嘅辦理新人民十股 at least commission 40%。所以 Mr. Najib you are Mr. 40%。馬丁 10% 啫，而且馬丁過咗去啦，大佬係嘛？所以我話 Najib 十股又 40%， 國會或選舉贏又 40%， 佢真係四公仔嚟㗎。我貼咪死工啦，大佬。嗱，好簡單，所以我係歷史學者，我同你講，馬哈爹唔係好人，我冇講馬爹好人啊。我講話係負責任噶，雖然有時我講粗口啫，但係我不過講話有良心噶嚇。馬哈爹唔係好人，馬哈爹係咩人呢？根據我哋歷史學者呢啲人點樣形容呢？馬哈爹就係驕雄，反而叫枭雄。知唔知咩枭雄？我讀書嘅你知啊？曹操枭雄，漢武帝枭雄。毛泽东肖像，蒋介石肖像，李光耀肖像，习近平肖像 ，Trump 美国个傻卵总统肖像，菲律宾个总统杜特地肖像，台北市长柯文哲肖像，啊，一定就枭雄啦，秦始皇肖像，嗱，枭雄喺我哋历史学者里面讲咧。就是擁有權力可以做好事又可以做壞事的非凡的人非一般的人答啦Abdul Qadir Jilani不是少雄他也不是英雄他是狗雄他經常睡覺流口水他在那裡又流口水如果他過來他們白吉德克林班他們歡迎不過沒有用流口水馬哈爹不是馬哈爹過了來晚晚都做了而家萬常喺馬來西亞有兩個個雲家係最緊勁嘅，一個就93歲嘅馬哈爹，一個係76歲林吉祥。我懷疑佢哋晚晚唔知係咪食凍吉阿 V 或者啲 B 糖啊，大家知唔知？幾緊勁啊！晚晚都做緊乜鬼嘢啊？住馬哈爹係肖像，咁哪出係咩咧？聽我講啱啦，哪出係奸臣？世界大选的主题就是枭雄巨冧奸臣明白吗有些人说有些霸位走狗说什么哎马爹信不过靠不住马爹都很奸的时候是腰灯啊霸位公会走狗是那边头说的你遇到那班友这么说我今晚教你怎么反驳明天那边头一看就是屌柒的霸位公会你说馬爹是奸的嘛馬爹信不過靠不住嘛以前馬爹做首相的時候他們被我林夏寶春代又說馬爹比得好現在馬爹和那隻屌臭又說馬爹奸的你不要正常家產啊同意嗎我會講出口的我雖然我讀過書不過我香港回來的我是十八仔的開玩笑好簡單我跟大家講有些人說馬哈爹信不過靠不住假的我未繼續去解釋馬哈爹的人格之前呢我跟大家講個小的故事你問得小朋友小朋友請問下雨好不好
小朋友请帮回答，下雨好吗？好，为每个掌声为各主席鼓掌。今晚大家睇出嚟出海啦，火星有唔有？嗱，各位，你问个小朋友，小朋友，请问下雨好不好？个小朋友冇办法答你噶。爸爸，下雨好，错，再讲过。啊，爸爸，下雨不好，错。这爸爸你玩嘢啊？什么才是答案啊？嗱，你要教小朋友回答咁嘅问题咧，要俾条件 ，set conditions。小朋友听好，这爸爸给条件你啊。请问小朋友，久旱逢甘露，下雨好不好？回答。好。好吗？小朋友，现在每天都水灾了，请问下雨好不好啊？不好。嗱，呢个叫博士嘅思考方式啊，今晚教俾你，执紧到啊你，就话啲几蚊鸡啊。所以英文讲咩啊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你回答问题就好似你人银行申请信用卡，去到怡安买嘢或者去到咩啊？去到食日本寿司有冇 10% 折扣啊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马爹系咪好人？马爹话奸产，马爹咪嚣豪，睇乜时候问呢个问题？22年马爹系奸产，点解马爹系好人？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阿咪马爹就快去货咯，唔系我讲佢噶，唔系我咒鸠佢啊，佢自己嘅 DVD 度出噶。晒一个特男咪啦，佢自己讲噶，我冇屈佢噶，系嘛？所以人哋我哋相信咧，人差唔多要死嘅時候係會轉死性啊！老馬依家就開始轉死性啊！剩翻兩年啫，所以麻姐講佢做手術唔會太耐嘅，佢做兩年啫，咪自己計到噶嘛？係啊，得啦，咪嗱啲。今年2018年，佢2020差唔多去見阿拉啦，嗰兩年啊。所以我哋要善用歷史時機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而家我哋要团结马爹，因为马爹喺监控里边怼嗰只鸡咧，马爹系最紧要嘅。记得马爹是全民公猪，那就是全民公敌。我发音准唔准啊？咪讲多次啊！马爹是全民公猪，那就是全民公敌。明唔明啊？我就话讲啦，我哋回过马司马投票，我喺跳跃自己计噶嘛，去到监控。但現在那邊電機劃了馬爺同胞進來，如果沒有馬爹，你叫黃文彪去打死硬，你叫 Professor Macri Barry 一樣死，因為沒有馬爹，馬爹來他說一句好過你說一萬句。你不信啊？我講回電股給你聽啊。兩年前林德祥那天74歲，同我們的劉振東、廖振東，有佛州的 MP， 有佛州的行動黨主席，去一個馬尾區在新山叫巴西古丹開咖啡廳安壇。兩年前政治未降穩勁的時候咧，得幾個阿伯喺度吹水飲茶，聽林吉祥吹水，吹到一半的時候咧，巴西古丹係毛統區啊，有嗰啲乜咁逼著紅衫嘅飛舞刀毛統青年團啦，飛舞刀嚟噶，係特意 stop， 緊張嘅唔可以亂講。劉振東繼續講，攞翻去愛頂豬頭。落嚟捉住劉振東後頭，請你等下咪嚟要半秒時間，要戰下點邊跟我。林吉祥74歲，佢哋劉振東唔好講啦，佢哋山麥上車走。我睇到報紙《星洲日報》頭條講封面，我哋劉振東講：如果我邱光耀演講，邊個咁撚好嘢上台捉住我，我一粒打啊！劉振東未打得，你一個打10個添。不過對方係乜咁逼喎？對方係毛統嘅三星喎。你打咗個一粒過去，佢即刻用手機影咗相，今晚上 Facebook、RDM、DVD 噶。Superman， 我當戰阿布哥咪嚟要死啊！水洗都唔清啊，啱唔啱啊？佢就講行動黨唐人打馬人，佢唔係講超人打三星，佢唔會放科幻片題噶，佢係放火箭唐人打馬嘅人，我就水洗都唔清，所以冇辦法。當時報紙我記得用一個蠢語，林之祥忍辱負重。我讀得書少，呢句成語好深，我唔識用。我識嘅就係林之祥